我请来一个我的好朋友哦，教大家如何快速的社交破冰。狗哥来了，那个狗哥，我们以示尊重，派个人去接。管制去吧。行，那就让那个让管制去接客人吧。我去，行，我去。那他有点时间，咱们让咱们编剧部真正的说唱爱好者创作一段吧，整一段吧。喜迎狗哥，上来就跟他 battle， 就是赢他的时候，然后唱是吧？是欢迎他的时候。赢他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给我配一个编剧呗。行啊，行吗？这行吗？哎，好紧张。我好像看到了。先用嘻哈 diss 他到哭，再用脱口秀把他逗笑。哎，这不是就是传说中的笑中带泪吗？现在特别紧张，我也就我可以连上两期主舞台，就不要再让我接人了就行。热罗老师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咱们。害怕。Action！ 热狗老师，狗哥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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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是那个咱们编剧部的一名编剧，然后就是说我叫广志，然后我们编剧部这次听说你要去我们那里做客，然后我们都特别的高兴。没有，谢。可以，狗哥，你现在方便吗？有没事的话咱就走吧。走啊，可以啊，好呀，走吧，狗哥，那就回编剧部吧。他们都说你很像杰伦，对对对，还好啊，就是那个长得瘦了那么一些。蛋总也跟我们说您是那个社牛，社交能力特别强的一个人。没有，我觉得蛋总说话太浮夸了，其实我没有什么社交能力特别强，或者是社交达人，其实没有。对，我是那种以诚相待，对，就是是这种感觉，这样子。学会了，学会了，看出了。那我们差不多先生也可以改这两个字。那我们就骨质增生啊。你看看人家运气戏。我的韵脚都在瞎蒙。我的生崩成灯。也可以埋汰他，我觉得也可以。你就在隔壁棚，不知道你比得怎么样，祝你回去的路一路顺风。谁来了？哎呀，狗哥！嗨嗨！哈喽！哎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！你还记得我？记得。狗哥好！蛋总，胡乱！狗哥，我给你介绍，这是我司的那个 rap， 也可以埋汰他，我觉得。这真的吗？幸会，是我第一次见到 rapper 握手。
这看起来很不像一个说唱歌手。狗哥，你教他一下 rapper 该怎么打招呼。其实最简单的就是手这样，然后这样。不是，要这样握住，然后这样，就是。哎，我可以确定他不是 rapper。应该是哪样的？就是比如说有一些简单的，就是我们击掌，正面、反面，再一次正面，敬礼。脸要弄，是这种感觉，好不好？懂了，懂了。再次，再次。I just keep it real. 只有很多种啊！那叫王建国一个啊。不然就是其实有一点就是手这样就好啊。对，然后这样对 ，OK， 这个哦，还要这样，对，有一个、哦、好，这样拉起来，拿这打自己，打自己打的疼不疼？有一点，这个 rapper 一生是不是只能打三次招呼？狗哥，他真的是 rapper， 在您来之前呢，他们紧急创作了一首你的欢迎你的那种。哦，真的假的？是 diss 的还是欢迎的？都有。哎呀，来来来，又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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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在又又。我说对不起了，先生，让你有幸欣赏到我的歌声。听完好像喝了十瓶纯生，脑袋发懵，好像得了痛风。哟哟哟哟，我说对不起了，先生，不知道你在那边比的怎么样？祝你淘汰了的话一路顺风。到时候参加我们的竞争，你就是我们 MC 大王。愿愿愿愿愿愿，棒棒，好，谢谢。有，站住！这是 diss 还是 respect 那趴？都有，啥都有。像这样的选手能走几轮啊？这个连海选都不让他参加。其实我觉得各位，其实如果真的要去搞说唱，我觉得那个思想是有点相通的啊。我们都是想梗嘛，想胖出来，他有一个 flow， 你要铺垫，然后什么时候丢一句，大家会啊的那种感觉，其实逻辑是很像。对，可是可能各位节奏太差。所以每个人要找到自己的一个腔调，一个 tempo， 大概是这样子啊。对，我们这一期主题是社交，因为我们看那个节目里，好像 rapper 之间都非常的，但是他平时他们是怎么社交的呢？我觉得 rapper 没有表面上那么酷，比如说我随便讲啊，你看盖的样子，让他觉得哇，这个是一个大哥，就挺能喝的，怎么样。可是盖其实一杯啤酒就醉的那种啊，他也不喝酒啊。对，他就剩，可是你会觉得他的形象就是，哎，你知道，就是一个可能老板，然后应酬，然后哇，很能喝。可是他私底下其实大家也都是很白痴的，很白痴，然后就是很懒的，很懒，就是没有那么酷的。我们也没有表面那么愚蠢啦，其实。我没有。哎，rapper 在 KTV 唱什么？我要讲一句，你要如何分辨他是不是一个真的 rapper， 真的说唱歌手，去 KTV 也只唱说唱哦，那个就是真的说唱歌手。有些说唱歌手去 KTV 来唱一些张震岳啊，唱一些周杰伦啊，唱陈奕迅啊，那都是 fake。
像我的，我去 KTV， 我就是只唱说唱。哦，我们也只唱说唱。那就是。